只能考虑越他。 还有一波线，我死了呀！他那个 Q 没中，可惜了。Q 中就晕到了，我觉得可以先 Q 再 A。 要干嘛？这轮还是5级，没闪电。他在里边，我操，这么勇！可以，我为了不让他回血。 哇！我为了不让他1500升到1750的血，我交个大。我咋没看明白呢？龙王不踢，感觉凯南炸了，应该是瑞文炸了。 等个 E， 我完全看不懂这几把的打野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完全看不懂这第一把的话，那个男枪刷太慢。 第二把一波无意义入侵，第三把还是这样，我完全想不通他这个入侵到底是想干嘛。瑞文踢中吃中线去了，交易跟我抢蛤蟆，他当时那个位置就是必死的。这魔术感觉可以 rush。这应该有个跳弹，把这龙拿着。打超虫来的太慢，他这来的也太慢了。 爆炸果实，对线带针眼，防火防盗防打野。 这把又是说实话，又是对面等15的局。 我给你挡，别 Q 呀！这一 Q 我没孤立了。 无槽，瑞文去下。 他好像还在前面那个草图，能留住吗？150吧！哎呀，我亏死了！那也还行。现在还防个屁呀！对面都等15。 他就稍微有点反野的机会，他就反。他反野反的都有点攻势，知道吗？操，差点。 龙王，跟拉草有啥关系？ 来了！不要逃避。还帮我打先锋。我操！你把这个东西打了干啥？能杀吗？ 这个弯老是撞不到这个塔，好烦！这不想杀我。 倒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塔给撞掉血，那撞掉这个塔的话，会有一个盾，而且弹的会更远，直接弹他 AD 点上去了。2次了都是这样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哟，有眼吗？这眼不会讨外眼吧？ 这回打不过来反应，这回应该觉得我在上反蹲才对。真来啊！放弃鲜花哪一个？看你自己。 一般都不进化 E 吧。他们双龙加一个贝尔维斯想拖后期呢。我死亡之舞，我说呢，我说这日文怎么肉的不对劲呢？死舞的日文是真恶心，学老刘的那个盾是。但是你回答这种问题的话，就。 一般都是新手，可能给推荐那种上限比较、下限比较高的，上限低一点，下限高一点。他们在很努力的跟我们换资源呢。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大龙吧！我不能跳那个露露，那个露露有大的。露露交闪都不交大，有点细节。差点钱。全计划，他这个就是故意。 就故意这样设置，就是让你去选择。他不想让这个英雄玩，就是太单一。你如果全都能进化的话，那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进化方式。这大招好这么快、啊！小火龙残的。 还来？你没大的吧，兄弟？你没大没闪的吧？我操，大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感觉鸡宝开万了，他他等我大招好了，我能反杀的，有机会反杀的。这风起小子的许愿灯。 买不起这个没用。先升个级。我这个要打到一半我才吃，我打到一半，你在干什么？真以为能秒我？打到一半，我看见我3号位有个药，